过其他的我都没听懂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没想到他说一句你都听不懂，然后就是这种复杂的受挫，然后又想跟他交流，对吧？就把它丰富起来，就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如梦是一个不用我多说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剧，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《如梦之魔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说话，你会说中文吗？然后自己在看过之后非常喜欢里面他对每一个人物的细节的刻画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环扣一环。我认识那个病菌吗？他为什么找上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五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要去站就生活在你身边的一个很平常的人。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他可能平日里的生活是就是一个上班族，然后他乐观，他向上，他积极。围绕着五号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他自己无法去掌控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梦想要告诉大家的，是一种因果轮回跟一种无常。妻子的突然离开，孩子的突然离世，自己得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怪病，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无常的表现。然后导致于他后面的一个寻根的一个，他要去找寻一个原因，一个结果，然后开始了这一系列的梦幻故事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出演话剧，然后跟所有的演员配合，我觉得每一步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，然后也是艰难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我可以去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困难，然后去胜任这一个任务，去做得很好。首先台词量就非常的大，而且这是话剧，没有NG。再想想办法吧。错了，就是当着所有观众的面，错了，而且观众的眼睛是非常的准确的，你稍微有一点点不确定跟躲闪，暴露无遗。没有镜头来帮你，没有镜头来帮你规避，包括你的台词、你的情绪、你跟对手之间的火花。都非常的赤裸，然后曝光在所有灯光下跟观众面前。你当下最真实的情感反应，你当下能给予的最多的，在台上真正带给观众的东西是感动。你要带给观众什么？把感动带给他们，把真诚带给他们。做好一件事情，大家像在上学一样，每天在一起排练，一起围读，慢慢讲，就每个人的使劲的方法都用到了同一根绳子上面，
大家一起把这根绳子扭得更紧，让这根绳子更加的带他们去结实坚固。对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先护住脖子，然后抱过来，就是怎么样，这个脖子就是，其实重点就是从他的脖子，我可以右手，但是我的手是从他的脖子到他的背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你只要记住他是很多很多演员老师们都会给我建议，然后每个人都会跟我说，哎，觉得你这个方式是不是可以处理得更好一点，那你觉得你可以通过什么样什么样去处理就会更好一点。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非常的温暖。我把我认为的五号传递给大家，把我感受到的那一份感情传递给大家就好了。如梦之梦，加油！